箴言第31章第19节，说：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神缩短喺40日里边俾我哋亲自睇嘅呢啲嘅教导，竟然佢用足足一生去干犯佢。或者你会好奇怪，哇！点解又话常常会闹呢班烂仔啊？呢啲不断筹钱啊，呢啲衰教会系败类啊？咁我而家问下你啦，呢度呢一班拜金牛族嘅人，你觉得你值得尊重佢咩？你觉得神唔系想灭佢嘅咩？上帝梗系想灭佢啦。摩西唔好话尊重佢哋嘅，佢直情派咗以色列人当中嘅利未支派咧，拎住刀去杀佢哋添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直情系冇面俾嘅。而事实上喺当时佢哋好彩在咧，就系佢冇杀埋摩西。即是他们不要说啊，即是摩西来到啊，啱了，我们有金牛族，我们杀了他们。法利赛人就当然做这件事了。所以变成他们有摩西呢为他们求情，而先至挽回这件事。但是问题呢，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现在一个有一个宗派呢，他将下一个受膏者呢是赶出离开他们的宗派。所以没有人呢是为到他们的宗派求情。即举个实际的例子呢，如果按照这段经文给我们知道，如果当时啊，即我们讲的500多年前马丁路德他开始理解了因信称义，他开始神给他的方向，如果当时天主教接纳马丁路德进去，然后并且藉着马丁路德的方向改变了整个天主教，而让马丁路德向神去求情的话，其实会救得回的。天主教不会说在永恒里面他们会受那种咒诅，而并且绝大部分人在救恩上面都失了脚的。失了脚意思就是在神眼中收了工，他们全部拜金牛族。因为最出名马丁路德的时代就是这些所谓什么赎罪票啊，所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些方法去筹钱的嘛。见不见是金牛族啊？你见不见到这个特性啊？其实马丁路德就因为这件事才悟出因信称义，不是藉着钱嘛，不是藉着金钱嘛，不是买赎罪票，这些是可以将地狱里面甚至说落了地狱的灵魂都可以救赎回去，你给钱多就可以了。当时还有很多天主教这些口号呢，全部都是金牛族的口号的嘛，就是说当这个奉献箱上响起你们所给的奉献的话呢，你们自己亲戚的灵魂呢就在地狱当中可以得到释放了。只有很多这些口号的，你看回历史你就知道。那是不是金牛族呢？而这一班人他们当马丁路德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让马丁路德带领他们，而并且呢是什么为他们求情，他们杀他的，想他追杀他的。而事实上一代一代的复兴都是这样。但是你看到这件事件，摩西当然他不是消失了40年，也不是第二个出现，是回他呢。当然呢这一班人就当然接受回他，但问题摩西不接受他们呢，是不是你们接受摩西，摩西不接受你呢？他立刻派人杀他们，明白吗？就是那班带头那班全部都要死，当时足足3000人，全部是带头的，这3000人全部都要死。而神竟然在40日里面咁清楚咁仔细嘅教导，到今时今日，即我自己所认识嘅教会咧，尤其是香港啦，即100间有99间都犯足晒呢样嘢，佢哋都系拜金牛族，佢哋都系用翻呢个方法，佢哋都系仍然就系话咁样啊，有神嘅受膏者加冕咗，我攻击佢咯咁样。咁而家你明明喺呢个故事当中，神用恩膏加冕嘅系几咁重要，几咁独特，系几咁可以话俾到方向我哋。但同样那班大金牛族的是几低下，是在神的面前是几个无用，是值得怎样啊？是神完全放弃他和咒助他呢？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件事呢？所以变成这段经文其实显示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就是恩膏里面的祝福和咒助嘛。但只不过将40年里面的东西缩短了在40日里面给你看见。但很可惜，很多人直接看了这个经文，甚至知道有十诫这件事，但问题知道这件事有什么用呢？你犯翻晒里面所讲嘅嘢，而一生当中系活喺个里面嘅咒诅，而唔系活喺呢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嘅祝福。咁你谂系几悲惨呢？咁所以你能够明白点解咁多年里面呢，我见亲呢啲人呢，我就已经系唾骂佢哋啦。即系你会觉得哇，又话点解唔俾面呢啲啊？大大话话佢哋都系牧师啊？喂，拜金牛族嘅系咩牧师啊？吓？你要我尊重佢呀？咁你自己做好啦，因为我唔想同佢哋一起落地獄啦。边个尊重呢啲人呢，就边个一起跟佢落地獄啦。好简单咋嘛。咁点解我要尊重佢呀？我自己就係呢个时代神所俾嘅方向嘅带领者。我点解要尊重呢一班根本係至今堕落嘅呢班败类呢？所以而家我哋以另一个心态呢，尝试去睇呢一段嘅经文，就係出埃及记第32章第7节。
呢度就讲俾我哋听，浓缩咗神对呢个嘅转变啊。当然啦，而家呢度系四十日啦，但系而家我所讲紧嘅历代历世嘅宗派系四十年之内嘅一个转变。但系神咧对呢啲宗派嘅睇法，而事实上我系咁多年都接纳呢个睇法嘅，我系企呢个睇法嘅嗰边嘅。OK 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点动摇唔到我对呢个睇法嘅？因为呢个系圣经嚟嘅啊，呢个已经有圣经根据，神嘅心系点谂，然后我哋点样做？当然喺开头嘅时候，我会为呢啲人去求情。但系问题咧，到呢啲人要攻击我、要毁灭我嘅时候，我仲要为佢嚟求情啊？冇可能噶啦，已经我都费事出声啦，已经我唔使攻击佢啦，因为呢班人自招就助啦，已经。我哋尝试睇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七节，要话吩咐摩西说下去吧，因为当时摩西喺西奈山上面已经四十昼夜啦。因为你嘅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嘅道。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族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所以你会得到呢班人明明转咗由神的恩膏去带领，变咗咧由金钱挂税去带领咧，但系佢仲要口口声声话呢个就系神的带领。你话几卑鄙无耻啊！呢一班人系咪？但系问题而家就系你亲眼见到好多呢啲个宗派啊，虽然大大个招牌挂住耶和华。是神带领我哋啊，咁样系咪？但系问题背后究竟系乜嘢咧？你睇下每一次聚会全个奉献袋，你已经知道系乜嘢带领紧佢哋啦，系咪？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九节：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跟随我主，我心真诚，我想。后发主却中是我心中思想，跟随我主，全地荣光照亮，随着我主指引，坚守这方向，愿竭力在信仰路掀起作榜样，期望尽献出身心灵，尽意尽气息摆上，生命又像韵律动人，似乐句诗章，将信乐爱分享，莫记俗世保障，期待那日无悔无愧交账，诚意将心献上。